创建 vlog 影片时考虑频道名称。知晓表示，不久前从金石正那里得到了开设个人 ins 账号 ID 的提议。金石正向知晓提议的 ID 是 gaming0201， 这里面有个很好的理由。如果快速阅读知晓的名字，其发音与 Jill 相似，在韩语中 Jill 的意思是给我，所以把给我用英语翻译的 give me 列入了账号名，再加上知晓的生日2月1日，他提议了 give me 0201。7月19日 ，TWICE 官方 YouTube 账号上公开了 TWICE 知晓和 IOI 出身的金石正济州岛旅游的影片。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被称为好朋友的两人，在旅行途中光顾咖啡店，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尽情享受了私生活。顺便说一下，金石正 ins ID 是 clear0802， 虽然是金石正提议，但是知晓最终还是选择了 Zell 作为自己 ins ID。 虽然 give me 0201很可惜的成为了收藏，但是如果知晓使用 give me 0201的话，说不定会变成和金石正是双胞胎一样的账号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